好，你喺淘宝买咗个喷壶啊，呢个系电动嘅充电式，咁啊可以喷啲植物啦吓，喷水。咁我咧就主要咧我嚟喷杀草水啊，因为屋外面啲草咧，哇，冇几耐就即刻生到好高啊，咁所以咧就。冇理由吓，即系用人手喷噶。咁啊，之前都买咗个噶啦，不过就因为杀草水咧，真系到咁上下啲，即系令到个摩打咧应该坏坏嘅，咁所以就平平地，唔好买咁贵，咁啊得噶啦。咁啊呢个咧，咦又系 Type C 喎，全部选晒 Type C 啊。而家买嗰啲充电嘅嘢啊，咁呢个个嘴啦，咁啊执落呢度嘅。系啦，咁执落呢度啦，咁啊呢度可以啊转角度嘅，咁啊有阵时因为這個呢个咧壶咧，咁如果你打侧咗嘅话咧，咁未必会吸得到嗰啲水，咁所以咧用呢个就方便啲。咁另外佢都亦都俾多个嘴咁样嘅，上喺呢度。跟住呢度可以调校，即系散吹啊，定系直射啊咁样。咁呢个就充电位就喺呢度啦，系 Type C， 有冇电啊？睇下先，有电嘅，有灯着嘅蓝灯。咁呢个咧，哦，呢个应该系执翻落呢度。呢、这个位置，系，摆翻落嚟，拧翻实佢，咁就搞掂啦。呢度松飘飘啊！咁啊，平嘢咁噶啦，咁另外仲有个说明书，咁呢个说明书极之简单，冇讲嘅嘢一样。啊，咁呢度有讲啦，5V1A 啦，咁啊，佢个电池咧就系2000mAh 啊，3.7，咁唔知可以用几耐咧，应该都几耐下。咁同埋佢讲啦，话如果系唔系成日用嘅话咧，两个月咧都要充一次。如果唔系个即系咁样咧，就会嗰、那个电池嘅寿命会长啲。好，咁啊平平地买一个嚟喷杀草水，非常之好。终于呢度充完电啦，呢个 Type C 充完电就整翻佢，好，而家试下先。浸啲水落去啦。之前我買呢、這個，咁呢個都壞壞地啦。好，係，認實佢，好，試下得唔得先。
呢個就唔可以教啦，係啦，教訓喎。噴模式，跟住仲可以轉方向啦嚇，哇！未落雨啊，不少。唔錯，最緊要夠平。不過呢個係哦，我而家買呢個咧就係兩釐嘅，咁啊，係啦，咁啊分享到呢度啦，拜拜。